大家好，我是四幸丸老师，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做这个战车投石机。好，我们先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把这个下来。战车投石机，好。好，固定住喽。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保利龙球把它投出去。好，准备喽。哦，强哦！再次，哦，翻车。这个空间，我们要拍不拍得起？把镜头稍微往上一点，好，大家要仔细看哦。准备投出，哇，这个要两手，这样，试试看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教大家做这个巨型投石机，好不好？强吧，好了，切。